以 Final Fantasy World 作为题材的手机游戏 Final Fantasy 世界 Medi Metal 在日本地区开放游玩咯。这是一款养成型 RPG 游戏，收录了100多种的召唤兽和怪兽让玩家培育，培育的方式也非常简单，只要给怪兽们各种性质的饲料就可以提升一点属性，加到满还能够学到技能。饲料的取得方式也很简单，只要达成关卡指定条件就能够取得，另外让怪物们出去探险也能够得到哦。不只能够养成怪物，游戏还提供了条漫给玩家阅读，让玩家对角色以及世界观有更深刻的认识。而且 FF 历代主角们也都能够被召唤出来帮忙通关，有兴趣的玩家赶快下载体验吧。